Okay, today is Valentine, right? Valentine Day. So outside is minus 10. So we eat a hot pot. Right now, put everything. This is called 粉丝, huh? Yeah. English is called what? Rice noodle. Oh, rice noodle. Oh. It's called verse menu, huh? Korea. Okay, 这个是什么？水饺啊？哦，对对对，虾饺，这个对对对，虾饺啊，忘记这叫什么虾饺吗？虾饺。哦。shrimp， 啊，这 shrimp。谁要豆沙包？豆沙包。OK， 这个是 salmon fish， 这个是金菇哈 ，golden mushroom。这个是是鱿鱼鱼子。这个是 OK， this is square ball。这个是鱼皮饺。Square and fish ball. This is Taiwan sausage. Fish, ginger. 比较火锅的菜。这个芋头英文叫什么呢？taro. Taro. 哦。昨天那个小野兽，那个另外一个不好吃，这个好吃。这个是那个什么，龙虾的。我现在 first we put the sauce。这是什么？菠菜。这是菠菜吗？对对对对对。你们平常不会买菠菜？偶尔吃一点的，什么人家说什么豆腐跟胆结石，谁知道？这是牛头牌沙茶酱 BBQ。 你的那个酱油怎么来？没事，你先来。So many different kind of sauce put in。 哇，这个是好吃，可以可以。这是冰 sauce， chili 冰 sauce。这个是铁瓢跟什么铁瓢？哦，没有，这个没关系哈，哦哦，一样吗？最好不要啦。啊，哦，分开。我是最厉害，给我那个寿司弄坏。嗯 ，OK。没关系，你要香菜。不放了。A little spicy。王老师，那佛罗里达还穿短袖的。对呀。好吃吗？当然了，佛罗里达很热。他是穿秋天的啦，可是，在当地的人都穿短袖。他们夏天110几度。这次是冰客。很热。对，我们那时候差不多。来宾客，差不多。豆腐，熬豆腐。可有一天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英文叫什么蛋呢？这个叫什么蛋 ？Pheasant egg， 不是吧？ Pheasant， 鸽子蛋嘛。Pheasant， pigeon egg 吗？不是。Pheasant egg， 不是鹌鹑了。鹌鹑就是 pheasant。No， 鹌鹑不是。鹌鹑就是 pheasant 啊。可以查，应该不是。Okay， this put a。不用查了，也不管它。不是，我想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觉得你说的不对。这个就是 Chinese supermarket。
你看这个那个这个蛋啊，这鸡蛋，这蛋放了吗？还没放哈，我没放。对， okay, 这个蛋要烫一下，为什么？里面还没有全熟。OK。嗯，压一压，这个是叫香菜嘛哈？对，先等一下。英文叫什么？香菜。香菜叫什么 ？Parsley。Parsley。Parsley。Parsley 是香菜。对。是吗？Brittany's parsley。怎么样？鹌鹑到底叫什么？等一下，我查我查。鹌鹑不是你说的那个。The Napa vegetable, this binker, this is rice noodle, 粉丝。This is, 啊，这个又是，这个又是什么菜呢？这是哦，豆苗。冰。Spinach. Spinach.这个又是，哦，哇，这个是豆苗，豆苗的英文好像叫做什么 ？Snow pea tips。嗯。哦，这个是，这个是 different。Then rice noodle。不是，你说我不对了，我不知道。这个是。快知道了。quail。菠菜拉面。Spanish。哦，是快啊。拉面。不是你说的，那我知道。快啊。鹌鹑是小鹌鹑。This is carrot. 白萝卜英文叫什么呢？White carrots. Soup. Radish. Oh, this is vegetable papa. 你知道吗？哦，这个又不一样的辣椒啊，哦，大蒜，大蒜辣椒，对 ，different spicy， 对，它这个橘子的味道可以啊，哪个也可以啊 ，watercress， 它号码都一样，它号码一样的呢，就是分大小呢，对，这个五块钱六个嘛，保险一块钱。好啦，不错啦，都录得差不多了。那个男的就可以吃了。我说我住在布鲁人，你怎么在这里买水果呢？我说我买五个，家里一个都没得，就买五个嘛，扛不动。还有，我说你给我装两个袋子，让我一个袋会破。我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你就吃了。好，多了那个啰里吧嗦，啰里吧嗦。OK， pan fry， 这个是馒头啊。Small fire, almost okay. This is soup, chicken, radish. 快点吃了。好了，就这样子了。哦，这个年糕还没录了。年糕。这个有味的，
好啦，你让多少朋友把这个。最重要是火锅，热的火锅。这个可以播一点，这个好吃吗？这什么？哦，这是馒头。OK， now we're going to eat hotpot. Thank you. Bye bye. 它的弹性很久，好久。什么东西好久没吃了？就是那小馒头。小馒头哦，东东馒，它的公司叫东。东东馒头。它就是老牌的，这个东再夹一点吧，豆。什么夹？不是，这个。熟了没粉丝？好像出粉丝会熟了吗？可能没这么快啊。对呀、啊。出粉丝啊，那没关系了。OK， 好、oh,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我看了几分钟了。哎呀，我怎么几分钟看不清楚？你帮我看。14分钟啊。在哪儿？我看，哦，我这样看看不到，我看。11分。好、哦，11分可以了，可以了 ，OK。OK，Thank you， 拜拜 ，Happy Valentine Day，Valentine Day。